公益活动行走的力量结束晒合照，陈坤搞怪，倪妮甜美。26日下午，陈坤社交平台更新动态，宣布公益活动行走的力量结束，并配文行走结束，报个平安。这次活动是陈坤第九年行走川藏线，由发起人陈坤、有心同行者倪妮和招募的20位行者一起，在脱离网络信号的大自然中，感受专注与安静的力量和最简单的相处。在晒出的合照中，我们可以看出陈坤拍照延续了一贯的搞怪风格，整个人显得酷酷的。合照中的倪妮十分抢眼，戴着帽子，遮着脸，表情搞怪。二位每次合照都要这么调皮吗？去年陈坤和倪妮合作了非常火的古装权谋剧《天盛长歌》，看到这波照片，网友表示又瞬间穿越回去年追《天盛长歌》的日子。宁毅和知微的合照依然俏皮又温馨啊。